大家好，我是可爱又贤惠的多多。因为受疫情的影响，我已经有2个多月没有出去了。我们这边呢，管控还是非常的严，每天呢都出去必须要有那个出入证、通行证，就是中午和晚上这一段时间。我现在带大家去看看外面的情况。大家现在应该能看到，路上基本上没啥人。这段时间我老公天天在家吃了睡睡了吃，跟个猪一样，那头不梳脸不洗，真的是就像一个中年大叔。我们结婚之前找对象的时候还是我追的他，当年可真是小鲜肉一个再看看现在，真的是天壤之别，看都不带的看他一眼，都不想多看他一眼。现在去看一看他是啥形象。哎，老婆，你好好的拍我干嘛？哦，不干嘛，你继续接着玩你的手机吧。哎呀，你真是无聊啊。刚才大家也看过了，我老公的形象邋里邋遢的，真的是跟个大叔一样。有时候我俩拌嘴呀，就是生气的不行了，只想再换一个老公。老婆，你是不是又在说我坏话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我刚才都听见了。我故意说你坏话的，让你有点警觉。嘿，我才不怕呢，我这么帅，我怕什么？哎，不带理你，我走了。看视频的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发现自己的另一半婚前婚后差别特别大，如果有的话，欢迎评论区留言。我就是那个可爱又贤惠的多多。喜欢我的点关注哦。